还记得去年底俊浩和润儿一起担任 MBC 歌谣大祭典的主持人，还一起合作这段超火辣的舞蹈吗？当初这段表演可是引起话题，不少粉丝许愿这男神女神可以再度合作吗？现在恭喜粉丝们敲碗成功，俊浩和润儿要一起合作新戏喽！안녕하세요저는태베이돌아왔다네오늘은저희수요시대와태베이만나서예전에저희가자주만났었죠그쵸그때네10년만에만나는거죠보시죠보시죠暌违十年，这经典二代团再度合体，俊浩和润儿将主演浪漫喜剧《King the Land》，即将在今年秋天开始拍摄。俊浩饰演无法忍受虚假微笑的富二代，遇上即使不想工作也必须露出微笑的女主角润儿。光是简单的角色介绍，是不是就让人超期待？而这消息一出，韩网也立刻疯掉啦，留言这组合真的太神了，快给选角的人加薪，好期待他们的化学反应。看得出来，粉丝真的超爱这组合，戏都还没开拍，这讨论度就已经爆表啦！八大采访组整理报道。Oh, you can...